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元。今天我在 studio 睡觉，不是今天，昨晚我在这边睡觉，就在 studio 这边睡觉。然后呢，阿旺跟草木啊，他们两个呢，一向来都没有这样早睡的。然后我知道他们昨晚也是非常非常迟睡，因为他们在迟睡，但是我比他们早很多个小时，好不好？然后他们呢，至少就是天变颜色了啊，他们才会去睡觉，因为他们工作真的是非常的拼命，所以现在的时间是三点了，就是下午三点了。然后他们两个呢，还睡到非常的舒服。你还记得之前在 group 的时候，我看好人叫醒多玛多那个 video， 哇，好玩哦，这个脑掉了，脑掉了，这个好人吵醒多玛多的，然后我就跟他讲。哈哈哈，笑死我咯，真的咩，我们拍的时候没什么感觉，没想到效果不错，反正真的蛮好笑的，我也要拍了，早一天去吵阿旺醒，然后就讲哈吵来吵去。所以我就跟他讲这个题材我要找机会去做回阿旺一单，那你知道今天买一送一还有一个草泥吗？哇，好玩哦。所以好，我们话不多说， Let's go。 真的没有洗面，现在几点了？三点了啊！快睡了，你还睡哦？哎，我们从最简单的吧，最简单的方法开始。哎，我懂。现在很暗嘛，你拍东西一定很看不到嘛，所以最简单的还是去开灯先。开灯先。水不是用生命来踢到我的人格子。
后这样子还是演下去，是我就心有笑我真冲啊这个反应大，这个真的反应大。看我看我。要不要醒？要不要醒？现在。醒来。下回都开灯。开灯只是我们的第一招，好不好？是啊。我开门窗啊，要不要？我不开耶。OK OK。开门窗。走走走，我们走。不要不要开窗，不要开窗，会有背光，然后拍不到东西。第六招，第六招 ，OK， 我们再拿一杯水去滴到我那边。不用醒着啊 ，OK， 来，到你，我保你平安来。哇，好冷静而已。哇，整个整个肉粽这样子。这是肉粽。我要睡觉，给我睡。花啦！花啦！来来来，先醉。保你平安。保平安。我睡觉了。睡觉啊。来啊，出路平安。那我去喝了喂。老爷。喂。啊喝啊喝啊。我们已经到第六关卡了喂，你们要怎样才行哦？刚刚他很大声叫我们关灯，那我先来开一点。Disco， 没有在 Disco。等一下我们播一首歌很大声，那我们就好像 Disco 对不对？来来来，选歌什么歌？CSV 手段 Mixer Mixer OK OK Go 最大声放最大声应该没有旁边马上做，他妈他的。喂，醒了不？
屁嘞！但是还忘嘞，你问是谁？哇，不能麻将。现在我们到了第八招，第八招我进来一点，你帮我找佛哥。佛哥，佛哥。找了，我找了，你说。哇，这个好玩了，这个。哎呀，哎呀！莫安呐呀！现在草泥马已经正式入门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有三个队伍。哇，笑得出啊你，不错啊。起来了，你现在超不舒服，是吗？你的朋友啊，中奖厉害谁啊？啊，我不是他的。OK， 现在我们到了第九招嘛 ，Anson 只能够到我们第八关卡，但是那个是大魔王哎，说不定十个关卡都叫不醒他。所以我有一包呢，我觉得第九个关卡我们就要来打一点。可以，你直接把从那边拖过来这样，把从那边拖过来这样。哇，很重的哇、啊。重这样的，因为拖应该 OK 的，而且要变滑的。而且我觉得这样一拖啊，那整个草地会跟着动。传言它有90 KP。哎，这你该就这样子了，你懂吗？你该就这样子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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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像多巴多做，我就讲他跟多巴多很像，所以我才跟好人讲，我要像好人做多巴多。我输了，我要输啊！那口水流出来。哎呦，你们烦不烦啊？不会烦的。喂，你真的很厉害耶！你到这子了，你还可以睡。压呗。哎呀！快点快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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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第九还是降的位，第十啊，第十啊，没有，等等，我们要开这个给他看。第十，我们将他的 video 上 trending。我们开一个 trending 给他说。汪。微笑喂，真的，这是真的。现在你听好呀。你 video 上 trending 哦。
真的真的。昨天那个。没有玩没有玩，哥在玩。你自己开你的电话噻，自己开看中了。张肯定。十九哎，肯定十九。早上我起来看，其实是23呢，现在19。下午也19喽。拿电话。我的电话就在你自己排一看呢。我被拖过去了。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不是这样呗。你爽哦，你就19了。哇。原来是有trending才可以叫你起来的噻。这样你每一个作品最好都能上trending，不然的话你长睡不起哦。哦，没有，这样不懂。我懂这样分析啊，他因为 YouTube 迟睡，然后还可以因为 YouTube 早死。哦，所以 YouTube 主宰一切。让他迟睡的是梦想，让他醒来的也是梦想。哇！起来啊！所以我们成功了，不要跟我睡回去哦。我们成功了。还不一定啊，他躺回去的话，就算代表我们失败了。除非他左右我们喽。你看他这样精神了，他有睡意没？我觉得。我真的很厉害，叫你们两个醒来啊，要用我们半个小时的时间。是哦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成功把草泥马和阿旺叫醒了，就是代表我跟小明的任务是完成了的。完成了，真的是。醒了。这是完美的结局。所以这个影片目前应该也是非常的长了。然后我们今天这，哇，这影片到这结束了，拜拜各位原子大人，我们下集见。